好不好？各位一起住。搞啥呀？牙疼啊？来都来了，不关心我。挺大小伙子，你搁这横撩的。你要吃奶呀？我吃什么玩意儿？吃！我现在非常孤单，我想要一个抱抱，要不容易得抑郁症了都。干嘛一个抱抱？嗯，还得睡觉。一个抱抱还得睡觉。嗯、对，都好哥们儿，你帮我一下呗，你帮我。行，看在咱俩二十来年交情份上，往里点。哎，你干啥？你怎么上我床去？你怎么？那怎么穿我干啥呀？不是你上我床干啥呀？我都录下来，你是不是想对我图谋不轨？你，啊？谁谁要睡觉了？我都录下来了啊！然后我就给你妈发过去，我让你妈看看她的好大闺是什么样的，什么样的？哎，你又给抄玩啊！瞅你就不翻面。行，我等。你等。不是你手机都不拿，你就想回来你？你看你就是对我有想法，我跟你说。好、啊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干啥呀？哎、拍完了，拍完了，拍完了。还有呢，再拍一会儿呗。好了。再拍会儿，都警报了。你报啥警报？